范冰冰的颜值在娱乐圈中一直都是数一数二的，更是有很多人照着范冰冰的样貌整容，而范冰冰的本人也是备受整容圈传闻困扰。近日她晒出自拍，又被质疑是整容的后遗症。有网友发现范冰冰的自拍中鼻梁好像歪了，但是有粉丝解释那是视觉错觉。1月26日，范冰冰在微博中晒出几张爆炸头的照片，手里捧着保温杯，并且配文调侃自己人到中年，枸杞相伴，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。虽然范冰冰的照片很漂亮，但是也有很多眼尖的网友发现范冰冰的鼻梁好像歪了，照片放大后看还是比较明显的，鼻梁处看上去有点凹陷的感觉。不过范冰冰自出道之后，关于她的整容传闻就没有断过，她自己本身还曾在节目中让其他嘉宾验货，证明自己的货真价实的脸，并没有做过整容手术。而这次鼻梁看着有些歪的照片，有粉丝称是头发的阴影造成的视觉错觉。不过范冰冰的除了第二张照片看着鼻梁有点歪的感觉，其他的照片鼻梁还是比较直挺的，并没有凹陷的感觉。